你的性格怎么样？Hi, I'm Angel. In this video, we'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describe personality in Chinese. 我们开始吧。乐观，乐观，他很乐观。悲观，悲观，他很悲观。外向，外向，他很外向。内向，内向，他很内向。自信，自信，他很自信。自卑，自卑，他很自卑。聪明，聪明，他很聪明。笨，笨，他很笨。耐心，耐心，他很耐心。急躁，急躁，他很急躁。幽默，幽默，他很幽默。无聊，无聊，他很无聊。随和，随和，他很随和。高冷，高冷，他很高冷。博学，博学，他很博学。无知，无知，他很无知。贴心，贴心，他很贴心。冷漠，冷漠，他很冷漠。善良，善良，他很善良。恶毒，恶毒，他很恶毒。大方，大方，他很大方。小气，小气，他很小气。忠诚，忠诚，他很忠诚。虚伪，虚伪，他很虚伪。勇敢，勇敢，他很勇敢。胆小，胆小，他很胆小。勤劳，勤劳，他很勤劳。懒惰，懒惰，他很懒惰。热情，热情，他很热情。冷淡，冷淡，他很冷淡。
开朗，开朗，他很开朗。孤僻，孤僻，他很孤僻。All right, there you have it. What's your personality like?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. And if you want a summary of this lesson, 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. 好了，我们下次见。